子肉配火鸡面，捞一块大把子肉。今天吃金饼啊，金饼卷一切。哎呀，我今天有点热。放点葱、香菜、小米辣。哎呀，包不下了。这个香啊，这个小金饼薄如纸，薄如纸一样，但是还挺好接的。小米辣，看一接就接下来，吃的时候放锅里蒸啊。包着皮蛋，包啥都好吃，太香了。我发现这火鸡面配啥都好吃，配金饼都这么好吃。
万能的火鸡面呢。油皮大包子，猜猜啥馅儿？嗯，吃包子必须配咱家火鸡面酱啊！19.9给你们发两瓶，就不用蘸别的了。吃太贵了。
汤没凉，汤太烫了，喝点水。